啊，大家好啊，我姓徐，我叫徐国庆。那么我在UCLA 做这个教授啊，在计算机系，我教这个计算机系统。一开始是叫做 assistant professor，一般就是说大家来刚开始的时候叫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assistant professor 呢，5年到6年以后呢，他有一个考评，有一个考评。考评呢，如果你通过这个考评了。那你就拿到终身教职了，拿到终身教职以后，你就被提升为副教授。一般来讲，大部分的学校里面，副教授就是有终身教职的。然后呢，副教授之后呢，再过，那么就看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那么再过若干年，你就可能就要到正教授。正教授呢，再往上，其实像加州大学呢，还有很多的下面阶梯往上爬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正教授后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一步一步 step。然后他最上面就是说叫，就是 above the scales，就是说已经到，他就没有，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往，我只不过是正教授这个第一步啊，后面有9个台阶要往上走，就是每3年一个台阶，那其实还有很久很久一段路，您今年是多大就已经达到正教授这个职那我是40岁了，那么2005年来美国呢，我就来读这个博士。对，我们其实很多的学生，大家走的这条路，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年轻人来留学嘛，就是来读这个大学本科，或者甚至读高中。我们那个时候呢，这样的不多，也有一些不多，但大部分来的都是要么读硕士的，要么读博士的。那我是来读博士，然后呢，我是从05年开始，然后呢进到这个博士班开始就是读博士。读博士呢，那么读博士的时候，实际上我在博士待了6年嘛，我11年毕业。因为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负面的新闻哈，包括代考的舞弊的一些负面的新闻，所以你怎么看待留学生素质的变化？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一下子就说把所有的人都划到一种同样一个类型里面，或者对吧？你很难说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所有人都那样。但是呢，我看到的是可能。后面过了，从大概10年开始往后，对吧？就是包括中国当时这个市场越来越打开，更多的人出来，包括留学的中介的也多了，对吧？出来也容易了。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从美国这个各个学校啊、高校，他们把门开得越来越大了，因为中国留学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一个市场。一个市场、一个来源、一个资金的来源，对吧？那么很多的学生就来了，人就多了。那么人一多呢，当然就是说。就是你像这个把国内的很多的风气就带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说，以前2005年以前，或者像我来那个时候之前，中国的学生来到这里是被这里的文化和风气所感染、所熏陶的。我们在国内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来了之后呢，我就是可能把那些问题都慢慢戒掉。有哪些问题？就国内，比如说你这个。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在学生会里面待着的，对吧？学生会里面是很官僚的，你说中国大中学国的大学学的学生会里，但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样子，可能还是那样子。学生会里很官僚的，基本上就是官场上那套东西，基本上在学生会在里有一个模缩仿，影。在学习，对。对，然后你要吃饭，你要搞关系，然后你要去选举，从来没有说好好选举的，对吧？这个我太有体会了，对吧？他们就大从学来都没这有，样的。对，就是说你要去打招呼。那打招呼最后那什么就是什么选举嘛，就是大家就是乱来一把，就是对吧？打个招呼，最后谁就选上，谁也不知道怎么选上的，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这是一个，对吧？另外一个呢，中国的这个就是说，明里面有一套办法，但是暗里面呢也有一套办法，对吧？就是说明暗呢大家都知道，暗里面做的这套办法是摆不上台面的，但潜是规则的潜东规西，则，但是人家都在人的心里面，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对。你不这样做就做不成。但是呢，后来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发现你这样干的话，大家就很看低你。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吧，或者怎么就是觉得这一些的小一点的留学生来到美国，对吧？就是花了4年的时间，可能更长的时间，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小群体之间互相的，就是我的群体就是我以前高中那些人，或者这些一起来的这些留学生，实际上还是一个华人的社会，并没有被这个美国的这些文化，我觉得中国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我就刚刚讲也有不好的东西，所以我自己来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如果能把这些来了通过这在这边那段时间，能够被影响、被感染、
把那些华人里面社会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去掉，把那些好的东西留住，对吧？然后再回到中国去，再来改变中国的这个社会，来改变华人的这样一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当时我觉得最最开始，像西方社会、美国社会，像英国、美国，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这个打开大门的一个目的就是这样子的，希望中国来了之后呢，能够不光是学到那些文化最好的这些东西，这个科技这些东西，对吧？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把这些这个西方社会里面这些开放的、这些精华的这些自由精华的东西，能够带回到中国去，然后慢慢慢慢改变中国的社会，对吧？让中国的社会更加开放。其实，前面一段时间也多多少少达成了这样，就是一些目的吧，不能说完全达到了。但是有一部分可能也是，你看中国社会后来慢慢越来越开放，但是问题就在于后来又开始慢慢往回走了。对，这个就是一个其实蛮大的，我觉得很遗憾的一个地方。相当于很多留学生过来，他虽然在这边生活几年，其实他的价值观方面并没有打开。对，或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出国未必是出于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这也就引出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对，就是过去的一些年，其实也包括现在了。我发现国内的有些家长啊，特别执迷于把孩子送出国，甚至有不惜卖房子也要把孩子送出国留学的。对，所以面对这种甚至有些不理性的这种留学热啊，你怎么看待？或者说你想对这些家长朋友们说点什么吗？对，我自己给我们的这些亲戚朋友或者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是工薪阶级，对吧？你说我要卖房子，或者我甚至不要卖房子，可能就我觉得是那真的是你要好好想想看，那甚至不一定要卖房子，我就是可能是要很紧张的去勒紧裤腰带，勒紧裤腰带，然后去要供我孩子在美国的或者说这几年的学费，仅仅是为了孩子的履历上面有一个亮点。首先，我觉得这个没有太大意思。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个同时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孩子，他愿意到美国来，他拿到很好的学校的 offer 或者怎么样，想要在美国能够在他的这个学习啊、科学文化上面或者怎么样，他自己有那么大的一个自己有自己心里面的这样一个愿意的这样一个心，对吧？愿意来，那么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是孩子愿意，对吧？那如果孩子就是很懵懂的，觉得无所谓啊，到哪里都可以。那么只是父母想要让孩子简历上面镀了一层金，这个没有任何必要。另外呢，就是说你在美国，就像刚刚您讲的，很多时候回去以后并不能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对吧？因为你在国内的高端的这些市场，大家也都是充满了留学回来的人，对，就让所以呢，他们对留学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对吧？包括你是不是就从这个学校毕业的，还是你有些别的亮点，还是你在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high GPA， 就是很高的 GPA 出来的。对吧？那么这些人呢，本身都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他对这个小朋友回来以后的这个他的评估啊，那么这个就非常的准确。所以你想，光光通过这个留学拿到这样一个亮点，这是没有太大用处的。是，这是一方面，家长我觉得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但另外一方面，我听到很多家长说，我想把孩子送出去呢，有一个不同的见识，对吧？因为毕竟是一个世界这么大，对吧？我为什么要一辈子要待在中国？当然不能说一辈子待在中国不好，但另外一方面，为什么我可能是我的对吧？后面多少年待在中国，我有一段时间能够出去见识见识外面的空气啊，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听听外面是怎么讲的，看看外面的新闻，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观点。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值得，要是我的话，我是比较赞同的。您在这边毕业之后，为什么想要说留在美国这边发展生活的？对，我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首先我是比较喜欢美国的这个比较单纯的文化，对吧？单纯的这样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啊，心态啊，对吧？然后我是不太喜欢，因为我在国内也没有工作太久，但是我跟你讲过嘛，我在国内的大学里面，在学生会里面，我也都待过一段时间。中国怎么讲呢？人和人之间关系呢，我也多多少少都了解，对不对？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不是那种，尤其是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更不是那种，愿意说在和人和人之间八面玲珑这样的人，对吧？然后呢，太复杂。第一个呢，第二个呢，就是说，需要说很多违心的话，那可能还不说违心的话，明明就是假话，违心的话，这还是一个比较冠冕堂皇的说法，对吧？对对。那我为什么要？为了生存要说假话呢，对吧？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在这边的话，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很想留在学校里头的，对吧？嗯，在大学里面，因为当时走这个研究这条路，我觉得还挺适合我的。嗯嗯。然后呢，我就说，那我就找到一个找到一所大学能够留下来的，对吧？当时呢，我就觉得可能在美国找一所大学留下来发展一些这个一段时间，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当时就说，你知道国内的大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说，你进去以后呢，可能有很多的杂事，行政方面的东西。对，行政方面，然后呢，又有很多的这种评项目啊、打关系啊，就这样子的。所以呢，可能人还没有到那么，就是你还没有到真的是说你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多好的一个水平，结果呢，你被很多的事情就塞住了你的时间，对吧？然后你不能够把时间或者把这个精力完全的100%的投入在你的学术方面、研究方面，嗯，所以你最后就变成说我半瓶子水，对吧？晃来晃去的，嗯，一方面你要干这个事情，觉得人家觉得你好像很厉害；另一方面，我自己呢又没那么多时间去发展我自己，嗯，就很多的人就这样被耽误掉了，耽误掉。但是呢，你又想要凭这些帽子支撑啊，怎么办呢？结果就是又，但是呢，学术又达不到那样一个地位或者这样一个地步，怎么办呢？就最后就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了，各种活动活动，对，各种活动活动。那你就是你要拿一些跟自己的水平并不相称的帽子。那你怎么去拿呢？那么就是需要活动嘛，对吧？但是拿到之后大部分人还是觉得 OK 的呀。那就是说我觉得看大家怎么想，如果你在那个环境里面时间久了，嗯，就是讲嘛，时间久了自然什么都习惯了。包括我们现在，你说我现在这么讲，对吧？你要让我真的是回中国去活个过个十年，可能我觉得那些东西也都是，就是每天生活里面就是这样，所有人都是这样子的，就觉得我一开始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吧，一开始想要改变这个社会，嗯，对吧？你改变的话，你改变毫无力量来改变，你就变成我只能融入这个社会。慢慢的融入，你开始觉得还有点不适应，慢慢的也就适应了，就觉得无所谓了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人也都是这样一个，并不是说他们没有那样一个一开始没有那样一个动力，有的，但是很无奈。也是会被同化的，对，慢慢就变成那样子，就同化了。对，新唐路移民总部位于英国伦敦，雅典伊斯坦布尔均设立分公司，中国北京、南京成立办事处，公司秉承清楚移民、顺利获批的企业价值观，为每一位申请人量身打造合适的申请方案。公司在英国、西班牙、土耳其、希腊均有控股直营律所，与美国、加拿大资深律师合作，拥有一手可公开优质雇主资源。每个项目都经过律师严格备调，不给申请留瑕疵。独家引入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非购房移民方式，得到了众多客户的认可。从申请到安家，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新唐路已帮助上千家庭成功获得海外身份，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资深移民专家和持牌律师为您量身定制移民方案，祝您秒批绿卡。您看哈，你是有美国这边高校教授的头衔，另外呢，你又是计算机专业的，嗯，你看过去这些年，就是中国互联网行业其实发展的非常的迅猛，也发展很不错哈。也产生了很多暴富的神话。对，你像当然李彦宏他们早一些了，包括搜狐的张朝阳。你为什么没有说就是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回国发展呢？嗯，可能从赚钱方面要比现在可能好很多啊。有没有后悔错过呢？我没有后悔啊，我没有后悔。我觉得就是说，甚至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公司来找我，就是国内有很多公司，就是说那有一个什么样机会啊。或者是来创业，就是那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人来问你，你要不要来啊什么的。但是还是这样讲嘛，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我并不是我的价值怎么讲，就是说，当然你就是说渴望有一个富有的生活没有错，对吧？但是呢，我的价值观里面呢，就是说，倒不是说我要以赚钱为我的目的的。对吧？就说或者说，并不是说，哎，你赚了多少钱，你就比别人高一等或者怎么样，对吧？所以呢，我自己本身来讲，我是喜欢一个研究的氛围，我喜欢做研究，嗯，对吧？然后呢，我觉得呢，怎么讲呢？这个是在这个
知识的这个领域里面，或者在这个经验的积累啊，对于这个不管是人类的知识，从大奖面，从人类的知识，对吧？从小奖，就是对于这些学生的培养，对吧？都是有一个很巨大的，就是做教授来讲，都是有一个巨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对吧？那你要从影响力的角度来说，并不是说我赚了多少钱就多大的影响力，对吧？当然赚钱有影响，它有它的影响力。我觉得我的影响力也有，对吧？然后呢，另外呢，一方面讲的话，我觉得我喜欢比较刚刚讲的一个单纯的这样一个环境，我喜欢跟这个年轻人一起工作，并不是说做教授就轻松啊。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非常压力很大，也很忙，对吧？很多很多事情，很多的项目。然后呢，我是比较喜欢走在一个稍微前面，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可能工业界还在做这个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已经稍微走到前面去一点，因为做研究的嘛，可能走在这个工业界的稍微前面一些。那么我也比较喜欢去想，哎，对吧？就是说下一代的云计算，比如我们做云计算的，那么云计算的下一代是应该什么样子的？那么下一代的，比如人工智能系统，那么我也做 AI， 做这个人工智能，对吧？做下一代这个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些东西可能在工业界还没有开始部署，还没有开始去思考之前，那我们就开始思考了。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对吧？下面聊一个稍微敏感一点的话题啊。对，就是听说美国的职场上会对亚裔啊有一些排挤，甚至是歧视。对，我不知道这个高校这种职场到底是怎么样的，可以讲一下你的真实的一些经历和体验吗？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叫敏感吧，就是说我觉得又分两方面看，对吧？首先美国这个群体呢，美国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国家里面可能有足够多的人饱受歧视，受了很多很多一段时间的歧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在反歧视方面实际上是走在很前面的。嗯，我觉得全世界可能讲到反歧视的国家没有哪一个能够超过美国的。就是从立法，从人的根深蒂固的思想，我觉得反歧视这个根深蒂固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面。歧视呢，这个也存在在人的脑子里面。这个存在就是包括这个不能叫歧视，或者与其叫歧视，不如叫做 stereotype， 叫 stereotype 叫什么呢？就叫做刻板化、固定化的这样一个印象。那当然，这个你要刻板化走到一个极端去，就变成歧视了，对吧？是。那个这个刻板化、固定化这个形象呢，这个每个人都有。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群体的刻板化的这样一个印象。这个印象来本来讲的话呢，这个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我自己觉得，因为确实是说，大部分的人从这个群体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才会造成这个刻板化印象，对吧？但是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群体现在面越来越在改变，更多的血液加进去，对吧？更多的人在里面，越来越有改变的，更加的融入到这个主流的文化里面，更加的去这个 social 啊，更加去参加公益啊，但是呢，这个刻板化的这个印象还是在某些人的脑子里面，这个是没有，这个是肯定是这样存在的。包括在国内，对吧？我们对于地域的印象还是有的嘛。你就是不敢不说了，对对吧？对，不说，但是你就说，哎，这个是这个地方来的人，那个是那个人地方来的，你脑子里马上就画一幅画，就这个地方来的人有什么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对吧？但是可能这个人，你所面对的这个人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反歧视的一个意思，一方面讲就是说我们根深蒂固说人人生而平等，另一方面呢，我慢慢也在学习这个事情，就是说给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人，他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到你面前来，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说把我们脑子里面的这个对于这个人他的背景，他的群体，他来自的群体的这个刻板化的印象从脑子里去掉，对待这个人的时候不要按照这个刻板化的印象来对待。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试图去做的。我觉得美国高校里面呢，这个事情现在慢慢在改变，就是越来越对中国对华人的这个看法呢越来越正面。我自己的感觉，当然还有一些这个你不能改变所有人的想法，对吧？有些人突然有那么几个声音说，华人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能改变所有人的想法，但是总体来讲我觉得是越来越往好的方面发展的。那您在这待了十几年哈，到底有没有就是遭遇过这种排挤，或者让你有一种被歧视的感觉呢？我自己感觉不出来，我没有感觉到过。
我可以这样讲。嗯，您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您是怎么去教育你的两个孩子吗？因为您毕竟是在教育界也小有成就，相信你分享的一些教育的理念，观众可能会觉得挺受用的，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哎，还说实话，我还真是讲到这个来讲的话，我自己的一个观念是怎么样子呢？我就是说，这个首先第一个，我的观念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嗯，对吧？第二个呢，我的观念啊，多多少少植根于我自己是怎么长大，我自己成长的一个经历，对吧？因为所以我自己的教育观念来自哪里？嗯，来自于我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对吧？所以呢，这个本身来讲呢，就不是就普适性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认同的。嗯，对吧？我自己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呢？我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很少管我的教育的。但是呢，但我感觉呢，我的成绩不错。我一开始就说，反正都是拖拖拉拉的，对吧？就是说也没有什么那么特别好，然后也没有那么特别差。然后呢，就是反正跟着大家一起混，对吧？混到后来高中以后呢，我觉得就说，哎，特别感兴趣了，就开始成绩很好了。当时就说，后来呢？就说我的这个，所以我自己的从这个背景来讲呢，因为我很少被人管束，也没有人当时给我要出数学题做什么的，我就完全自己玩，玩到后来我自己觉得，哎，这数学挺有意思的，我就开始做了。那个时候都已经十，现在我觉得很少有家长可以等到那个时候再去管你的孩子，或者说那个点之前，你的孩子如果对于什么东西这些不感兴趣，你会不焦虑的。现在很少有这种情况，对，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没有，真的没有这样子。我到那个时候，我就高中的时候，我甚至高一我还觉得都去混一混。我到高二的时候，哇，我觉得数学好有意思啊，我就开始，哎，我觉得第一年我就一下子就把这个数学这个东西都学得很好。那么就是因为你自己真的感兴趣的嘛，对吧？对。所以我的对于小朋友，我自己的理念，我的太太的理念就跟我就不一样。所以我自己的理念就是我可能比较放手一点，对吧？让他去。有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然后呢，不要去损害他的创造力。第二方面呢，我觉得我比较管的比较多的，可能是在于他的这个品德啊、和这个情操，对吧？这个方面我对他的管的比较，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家庭，嗯，所以呢，我呢，我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我带我的小朋友要读圣经，我每天晚上。就算我再忙，我都要花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带他们去读圣经，然后呢去聊、去讲，去然后去从里面呢有一些分享，然后把这个品德，包括这个不光是说这个对圣经有了解哈，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怎么把这个从圣经里面学到的能够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然后呢，然后一起祷告、一起读经，这个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我们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在中国这种无神论的大的环境下长大的哈。对，那您是怎么接触到基督教信仰的？哦，我接触到信仰是很早的，我是在上海的时候，我还没来美国的时候，我在这个大学里头，我们有这个美国来的宣教士嘛，那个时候他们在那边读书，现在可能都很少了，以前那个时候是很开放的。然后呢，他们就去敲这个学生的宿舍的门，宿舍的门呢，请我们出去吃饭。那我们呢，就是我们寝室有八个人，我是他敲我们要请我们去吃饭呢，我就觉得很好嘛，其他人都不敢去。我呢，那可能就比较傻，比较单纯，就说请我吃饭，我当然就我去了，那就我唯一的一个人，我就跟他去吃饭了。跟吃饭呢，当然就跟我传福音，跟我传福音呢，我接受起来也没有那么难，因为当时呢，我就比较这个反潮流，我呢当时有那种反潮流的思想，对吧？就你们要让我做什么，我偏不做什么。那我当时就说，对吧？那我信耶稣。当时对于这个基督信仰的这个了解并没有很深，嗯。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的这个经历啊、见证，我觉得好啊。那么既然有一位神愿为我那么爱我们，对吧？那我就信啊，那我就信了。那么是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嗯，我来美国之前呢，对吧？后来呢，我是2003年的时候在上海受洗的。那您这一路信仰下来，你觉得基督教信仰对你产生过哪些比较重大的帮助吗？
对啊，我觉得很多帮助。对，我觉得，所以说一般来讲，有很我觉得很多人不了解的，尤其是国内的很多的朋友，觉得这个信仰或者基督信仰，尤其是，好像这个心灵鸡汤一样，对吧？我哪里得不到很多的这个心灵鸡汤啊，对吧？你去读一读，对吧？我要怎么样每天三省吾身啊？然后可以，我举一个例子哈，我父亲，我父亲就是说他脾气很不好嘛，经常在家里面，发脾气，暴躁，对吧？甚至有时候家暴什么的，对。然后并不是他，他也意识到他的问题，并不是他不想改，他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他在这个抄啊，这个什么抄这个格言警训这样的，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抄在报纸上写一条一条一条写，写完贴在床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格言是格言，你是你，很难改变。我们所以讲到自己，圣经里面讲说，我们自己都是有一个破碎的自我的，这个没有办法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站立的。所以他要帮我们造一个新的人在里面，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从里到外改变我。所以呢，包括我以前也是，你看我从那个家庭长大的，我也是很暴力的，哈哈，一开始的我也是脾气很着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还是很着急。然后呢，也这个包括讲话啊做事啊也都是很不考虑别人的，我是独生子女嘛，从这个方面我怎么考虑到别人呢，对吧？我小时候所有人都围着我转的嘛，对吧？我们怎么考虑到别人呢？不知道怎么跟别人相处的，第一个，对吧？然后呢，包括各种各样方面这个所谓的破碎，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信主20年了嘛，对吧？那我有很多很多的改变。所以呢，在家里面，对吧？跟夫妻的相处啊，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你要看别人比你强啊。那我觉得在我家里面，我也是这么去，老是不断的告诉我自己嘛，对吧？就是说太太比我强，哎，那么也可能对他的，对我太太来说，他也是基督徒，他看我比他强，那我们互相看对方比我自己强，我甘愿能够顺服，那么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我们在美国其实氛围是更加的开放的，人们对政治的参与和讨论也更多，但是这也会带来一些分歧甚至是对立的局面哈。比如说在我们基督徒群体里有两派，一派呢是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去干涉参与讨论政治，就以免影响到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和睦嘛。另一派呢是认为基督徒可以参与政治，因为耶稣就是因为政治迫害而死去的，还有当今西方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本身也都是基督徒，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小心的话题，对吧？要就是说，我没有一个完美的回答，就表达你自己的观点就可以。对，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参与政治，但是我们参与政治的时候呢，一定要非常小心的来分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居住。尤其像我们这个国家，对吧？在美国，我也是美国公民，我有投票权。那就是我有投票权，我不行使投票权，那我就不能完，没有完成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这个一个责任，对吧？我的公民的一个责任。那我行使投票权，那不就你必然要参与到政治里去啊？对，对吧？你比如说两党的这个执政，你总要选择一党来投票嘛，对吧？对。那就是说，那就是问题是说你选择，你只要选择参与在里面，就是政治，这就是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政治而活在这个地上，不存在一个乌托邦，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呢，那你怎么去选择？那我自己来 offer 我自己的一个我的一个想法或者看法啊。那么就是说我在选择的时候，那我就在选择说哪一个？那我包括我的基督徒的身份，对吧？包括我的整个的这个背景，包括我的这个教育，那我要选择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候选人，他能够站在神的那边。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我这个，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怎么讲，我呢，我自己的政治立场我可以跟大家很讲很清，我是保守的，我是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政治立场，
对吧？当然不是说保守派的这些人都是对的，都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所有东西对的，他也有问题，他有很多的糟粕在里面。但是保守派的立场呢，我觉得更怎么讲呢，能够把这个国家带回到一条正确的路上去，对吧？然后那个让这个人呢能够更多的回到圣经的教导，回到这个信仰的这样一条路上，对吧？那么另外一派呢，你知道，就是说包括自由派，那么我就不说是哪一个党或者怎么样，自由派的人，那自由派的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大家也看到，把这个国家带到哪里去呢？就带到一个文革的路上去，激进反对，对吧？那个底下的人呢，要反对上面的人，反对一切，打倒一切的权威，打倒一切的这个，那么最后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说混乱。那保守派的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还是回到古老的圣经，对吧？以圣经的教导为主，我不是我的感受，而是以上帝所看重的，对吧？他所看重这条路是一条正确的路。那美国本来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这么几百年的繁荣啊，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因为这个根基在这边。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华人到美国来，觉得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美国人好淳朴，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人之间没有那么多的诡诈。为什么你每个人把圣经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的时候，哪来的诡诈呢？对吧？说是这个圣经里面说神厌弃那些厌恶那些行诡诈的人，对吧？那个也讨厌那些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那你按照这些事情来行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是在一个非常有序的公正的这样一个里面走嘛，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法，那么多的这个那个去规定人，对吧？但是你什么时候从那里面出来就混乱了，那混乱你又要约束，然后又更加的混乱。所以呢，我是比较偏向于这个保守派的这样一个政治的一个倾向。咱在这个问题上稍微再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觉得方便你就回答，不方便就算了哈，没问题。我来到美国，我发现在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群体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啊。对，但是很遗憾，川普他就是没有继续连任嘛，很多我看到很多支持者也都非常的失望。所以你怎么评价这种现象呢？说下你的看法就可以。 对，我觉得看法是这样子嘛，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为什么支持川普，对吧？也是因为当时他跟另外一个，那实际上都是有比较的。我所以就是说，你千万不要觉得大家支持川普是因为支持他那个人，他那个人不怎么样，他号称他自己基督徒，但我真的没有看出他这个就是跟他所号称的相称的，这个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对吧？就是说包括他讲话也不是那么的，所以呢，正是所以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大家为什么选他，因为实际上都是有选择，都是相对的嘛。我选择他是因为另外一个，实在是这个，就是我怎么讲呢？就说对吧？就是说，所以呢，那么另外一方面讲说，他为什么没有当选？没有当选，我觉得如果从一个基督，我们是基督徒嘛，按照基督徒的这个一个，我们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这件事情这么成了，你说是不是神没有让他当选？神当然在里面，就说如果是神让他选，能够选得上，他自然就会选得上。他没有当选，自然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但我们不知道这个美意是什么，对吧？我们慢慢去发现，慢慢去看，或者怎么样去。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去，灰心失望也好，对吧？我们也不需要去中间有很多的争执。尤其你刚才讲的争执，我觉得那个非常的没有必要。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非常要小心。怎么去处理某一个 candidate 某一个候选人，说啊，这个人是神仙，我们不知道，对吧？但是我可以按照我的感动去投，但是呢，我绝对不能在任何地方去讲，或者说在那边拍着桌子说我所选的这个人一定是神所选的人，这怎么敢讲啊？我们不知道的呀，对吧？你小心的去选，但是呢，你做错了你就也做错了，对吧？但是我们如果因着这个原因造成大家的彼此的分裂，这个倒是一个更大的问题。